一组，下一组是默许。好，我们带来的是舰队 Collection 的《爱荷华》，掌声欢迎。好，掌声欢迎。喜欢这个舰队的人，就是捞不到船没关系，可以看看我，可以跟我们唱，因为我自己也捞不到，好难过。今天怎么大家都是那种拿不到王道，然后就来出角色？好，那为什么今天会是选择爱荷华呢？为什么是选择爱荷华这个角色？因为其实爱荷华这个角色它是活动舰，然后一出来我就对它这个造型被击中，正中红心的意思。整个就是我的菜啊！你的价，就是你的价。对，可是我还是找不到他。那你我看看这个炮管是，他们是能移动的，是不是？对，它可以。哦。它可以整个这样移开，然后也可以就是这样缩起来。哇！哇，谢谢默许。